遇到一个叫七人的小仓，他这种队友，如果我们输给他，就学他哈。哎，不过看起来我还是赢了，麻烦了。对，有人说赢了就麻烦，赢了就麻烦了。我等一下要去那个，就讲觉醒剧。你想觉醒一跟天赋一起出？哎，效率啦，我又赢了，烦了。该赢的时候不赢，然后赢的时候狂赢，就这样。哎呀！啊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停停停！所以目前这一队二连胜哦。是的，是的。游戏将于9月几号？来讲一讲。等我一下。运动九九的觉醒记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要不要从上面开始讲啊？从下面开始讲，好像有点，有点久哎。啊？我们从上面开始讲哈。火炮的觉醒，火炮有一点印象，我们先跳下一次。闪光，合并两个闪光球，在对方产生时，神符立即给予对方免疫哦。那天赋会写什么？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那天使会怎么样？